雄县六一女童军庆祝大会今年在陆军官校大礼堂盛大举行，全县约有500多位的女童军代表参加，现场以带动唱、呼口号，展现女童军的活力。近几年高雄县女童军蓬勃发展，由县长夫人林淑芬领军的高雄县女童军会今年更首度荣获国际性奖章亚太区杰出领导奖，相当不容易。多年来我们女童军能够要养这个实在是不是我个人，是很多李监事很多总干事一起来跟很多学校老师他们一起推动出来的。我觉得把那个女童军的精神加方加热所以我觉得很难得，所以受这个奖我是很不敢，不，我真不好意思啦，就在应该给他们才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能够今天有这个场地在陆军官校受奖。我觉得是希望我们这个我们的女童军继续能够把这个精神去扩大这样子。